好的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I 卡爱车库，我是 Andy 老爹。我们现在呢刚好在力宝，不是刚好，我们特别来力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GR86 的发表，所以呢他把它办在力宝。那为什么要到力宝呢？就是让想要试乘的人，想要体验的人，包括像我们媒体哈，一个人有三圈，但那个三圈是出去就算第一圈，好，所以完整的跑完一圈应该是第二圈，那第三圈就要回来了，三圈就放给你，就自己去开，好，那就是注意安全就好，在你有把握你觉得安全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快好去体验一下全新 GR86 在赛道上的一个表现。好，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呢是在它这颗引擎，之前的2.0 升的引擎它的最大扭力要到6000转才会产生最大扭力，变成是你要在每个弯你挡挡都要去让你的转速维持在5000多转以上，你这样子出弯才有力。你如果说要去跑赛道，你引擎的转速可用范围就比较没有那么多，那特别针对赛道的特性，你可能还要再去做一些齿比上的调整，才有办法让你挡挡都维持在高转。但是全新的86排量从 2.0 提升到 2.4， 马力也提升了，它的最大扭力好 25.5， 但是它在3700转就会产生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二档的高转极速约莫大概在90几，所以我觉得60几的弯理论上应该要用二档。他说不用，因为它这一颗引擎新的 GR86 3700转就有最大的扭力，基本上三档也会在3700转以上。你会用二档还是用三档？三档。对，所以他觉得进弯到出弯的顺畅度比转速还来得重要，就是你的出弯的地方要把它抓顺，所以他觉得用三档过反而会比较顺，然后整个你最大扭力提供的这个转速的范围也比较广，所以你在这个档位的选择上就有比较多的选择。六速的手排变速箱它有点类似像快排，所以你在换档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我觉得吐槽的几率不高，几乎没有。然后跟指的部分，我觉得油门跟刹车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，所以如果可以再稍微近一些些，跟指上会比较好做。好，那今天配的胎呢是 PS5， 今天天气没有说闹非常炎热哦，第二圈开到一半，大概轮胎就已经，你会觉得那个抓地力就掉得很快哈。那再加上就是因为我有，因为到赛道嘛，所以我一定是启动赛道模式，所以在车尾的抓地力部分呢，就会比我它掉的幅度比我想象中快很多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稍微有点可惜哈。我觉得如果说今天稍微配个好一点的胎，我觉得它的抓地力还有车头的指向性我觉得都会更好。那后来教练还特别把胎压再稍微放低，因为他觉得胎压太高，因为那时候好像因为天气比较热嘛，那个胎压已经来到37了，所以他又把它放到32、33，就是不然你让车头有时候会转不太进去，转向会比较没有那么明确。好，但整体来讲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代 GR86， 第一个坐点非常低，一坐进去就是跌，先跌到那个赛车椅里面，再来就是整个驾驶舱的战斗氛围就是还蛮高的。当你调整到赛道模式的时候，它会转速就变成一格一格一格，然后从左往右跑，这个模式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。好，赛道模式就是它有把这个第一段的 traction control 就是循迹防滑给关一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介入的时间比我想象中慢很多。我刚刚那时候我觉得轮胎已经抓地已经开始往下降，那我依照上一圈的补油方式我补油下去，但是车尾就出去了，那个弯我三档，就是用教练的建议，他说你用三档试看看，虽然一出弯你会觉得比较没力，但是后面至少是顺的，油门一补我补很顺，我没有一脚下去哦，那屁股就出去了，就出去之后那我是稍微救了一下，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又损失了至少1到2秒，它这个赛道模式，你不要以为它会救你，救的时间点好像很早，没有哦，它是救的很晚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另外，我觉得其实底盘的扎实度，我觉得表现其实非常不错，就是说可以感受得到，就是底盘是好的。原厂刹车在赛道上，大概几圈吧，3圈、4圈，我觉得可能就会很有一个很明显的衰退这个部分。但如果说预算内，可以的话，我觉得至少换个四活塞，好，然后好一点的刹车，可以让你在赛道上撑久一点。假设如果你有买，我的建议是先不要大改，你先体验原厂 GR86 它调的底盘的一个特性，
可能你会觉得不够用，但是我觉得把原厂设定的 GR86 开到好，就是以你的现有的技术把它开到好，然后再来提升技术，再想办法把秒数提升，然后当你觉得真的车子不够用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来做一些比如说动力上的改装。其实原厂给你的底盘特性，我个人认为其实是还蛮不错的，就轮胎升级一下，刹车，好，我觉得用自己的技术把单圈成绩做到非常100，我们再来提升，其实你才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改这个换了拉杆是不是有差在哪里，我改了悬吊到底差在哪里。好，我觉得改装就是要一步一步来，然后去体验说我改了什么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改变。好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值得啦。你如果把它啪一次，50万、80万啪就全部改完，但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改装的所带来的一个改变。好，好，然后整个底盘操控其实乐趣是非常好，好，但价格跟之前比稍微有点提高，它的手牌的售价是152.8，那有一个蛮大幅度的一个提升，以趴数来算大概多了10几%啦。那首批呢，他们原本目标是要争取今年要到300台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因为晶片短缺，所以只有60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力宝试驾，但也谢谢和泰，谢谢 Toyota 邀请我们来试驾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部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